大家好，我是朵朵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今天我教大家外钩长针的编织方法。首先，钩三针起立锁针，钩针绕线，然后钩针放在前面，从下一针长针的后面从右往左插入，钩针绕线，拉出线环，再绕线，然后退出两个线环，钩针再次绕线，再退出两个线环。我们再看一遍，钩针绕线，从下一个长针的后面插入钩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把线环拉出来，再绕线退出两个线环，再次绕线退出两个线环。外钩长针的钩法和长针一样，只不过外钩长针它的下面是钩在上一行长针的前面。大家看，外钩长针它是在上一行长针的前面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